阿鼻地狱众生，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能够提升到十八图等觉菩萨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难。善导大师说的最好。 总在于缘不同，他要遇到无比殊胜的缘，他就提升了。缘不容易遇到，如果遇到真的阿鼻地狱一步登天，可以提升到。 等觉菩萨，这个理上讲得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本来是究竟圆满的佛，怎么不能提升？ 像中国禅宗六祖大师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从小靠苦力谋生，非常辛苦。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，这个缘殊胜呢。他所遇到这个人，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，而且他没有障碍，只要自己没有障碍，遇到缘殊胜。 遇到等觉菩萨，你就是等觉；遇到初住菩萨，你就是初住，你就跟他平等。所以，就看你遇到什么缘分，你能够跟他平等。道理就在此地。为什么能平等？他放得下。 果然能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彻底放下了，他就一步登天了。